可能大家伙通过刚才这段舞蹈大概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我是来自国外的一个音乐剧的制作家。不要这样，人家都不好意思了吗？真的真的，我来这次回国是专门拍一个猫的姊妹篇、啊、我的名字叫做烧死弄不死你啊。这次回国呢主要是挑一些演员，我约的那个人怎么还不来呢？不是谁呀、啊、这是导演，您看这话怎么整的，我在后头恨您半天了，您怎么跑这儿来了？来您是本人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德云文化艺术团的团长，我叫王海。王海就你这样，他还不如我呢。我这么说，您是这个演出部的？对对对。那您这个官职还挺高吧？我这么跟您说，导演，咱那事儿就算谈妥了。您那个猫音乐剧的姊妹篇就找我们德云艺术团拍了，是不是？那你要行，那当然就得找你。那您算找对人了，我跟你说，我们这人那都盖了帽。您这什么话？什么叫盖了帽？您就说您想找什么演员吧，我们这应有尽有，起码音乐剧得会唱啊。会唱啊？当然了，有啊，咱这我们这儿有合唱团啊。嚯，你们还趁这个呢？当然有了，我给你叫上来，给您看看怎么样？那行，来，有请德云合唱团。不是这哪个卫生所出来的？这是我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德云社送到欧洲奥地利维也纳小妞妞音乐学院特地培训归来。您等会儿叫什么？小妞妞音乐学院。就这几位，您看哪个像小妞妞？就是因为他们都缺小妞妞。哦，他们小妞妞、那再唱些年是不是就成大娘们了？那还等两年还？哦，那行，行，我们可以展示了吗？可以，可以了、啊。来，好，四位，注意情绪啊，照咱们练的来。指挥，要悲愤，啊，你要死是怎么着你？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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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蹦，阿拉扎当当滴滴哒滴滴，那巴滴安隆个那顿闷啵，欧巴林巴托林啵哩啵哩啵哩，滴滴滴滴滴个那顿闷啵，呀巴拼那奔那奔，阿多巴哒哆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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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阿多巴哒一看拼那噔，呀多巴哒哒哒哒哒嘟嘟噔，阿多。就这种疯子，我们德云社趁一个连。我觉得他们已经不是小妞妞了，那您说是大疯娘们儿？过奖。你吓死我了。在这个声乐方面您看他们怎么样？声乐方面还行。您不要有这个非分的想法、哦、他们是不能生育的，他们是。哦，虽然是小妞妞学出来的，对对对对，但是也不能生育。对，生育您可以考虑我啊。
太恶心了，你看你还不是还有别的要求没有？我这得给我，你看刚才给我这保咱俩保镖整的，不是？你看这都更活了，你这也对我们这就是根据甲鱼仿生过来的，我们就是。还有别的要求没有？您说吧，我们应有尽有。我这是猫的姊妹篇嘛？啊，你就光唱它不行啊？您的意思呢？你得跳啊，对不对？你得能跳。您说的太对了，得跳。我们有德云舞蹈团呢，还有舞蹈团，当然有了。叫上来，有请舞蹈团。怎么的？上，整绳子了没？都整死！我跟你说，仇家来了！哎、我跟你说，喂，差不多了，再就我就掉话筒了。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送到奥地利维也纳大妞妞舞蹈团培训归来的。哦，这就是成长成大娘们稍微快一点。对对对。哦，那行了，我们可以展示了吧？啊，可以了，可以了，来吧。好，音响师注意 ，music， 可劲儿走。I wanna hold them like they do in Texas, please. Fold them, let them hit me, raise it, baby, stay with me. I love it.落后了，谁拿遥控器了？谁听像是带遥控器来的？摁播放啊，你的。我们这个看得我揪心啊，我都。我们这个舞蹈翻译过来就叫死机。不是，是它是符合当今的潮流啊，因为它就是可循环嘛，它环保啊，它。不是，这太吓人了，这也。这也不行啊。再说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啊。我们这俩也会来，整一个，来个三个。对不对？这是什么的呀？这个，对不对？我也行啊！呵呵呵，这什么呀？这是？哎，不要！这什么呀？不要再演，不要再演了！这你这是一种无耻的剽我，不是剽窃我们的行为，知道吗？大爷，一瞅你的德行！长得跟梅超风似的，我乐剽窃你，很无耻！你们先靠后，先靠后。行，这就说这个舞可能就这样，就这样。那别的还会吗？我们更有了，您还需要什么呀？你琢磨我这个，他肯定需要。你看这猫啊，人有一公猫，好多母猫，对对对，是吧？啊、我得整一主角出来，主唱啊。对，你起码更有了。哎别，你这来一个是不是？那边那不罗的，你得有一个，对不对？你是吧？您学这位已经上那边去了，你不能学了。你得把他瞪回来。不，您这个我们有黄金主唱啊。还有黄金主唱的，当然有了，24K 的，我给你叫出来。啊、你快，行吗？千足金的，来来来来，有请德云社的黄金主唱。嗨、哎，你看这范儿，这刚从故宫遛鸟回来，你看，不是你这算出组？来来来，这个演员的特点我来介绍一下、啊。您等会儿吧。啊，黄金主唱，您说他这头发呢？对，这也是我们刚弄的，也是啊、哦，刚弄的。这个演员的特点，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您给说说。首先来说，口齿清晰，口齿特别。对、哦，这个演员很重要的特点，哦、来跟这个老板先交流两句。辣妈欠儿呢？